来关注民进党最近性平争议连环爆哈，这个周末从上个礼拜五到礼拜六、礼拜天呐、相关的受害者出来跳出来呢，控诉曾经遭到性骚扰的疑云，那这个案例是数都数不完。不过最近消息指出来说，有一位英系背景的总统府资政也涉及性骚扰，这把火怎么会烧到总统府去呢？那受害者他控诉说被这位大佬摸膝盖，还用极度不妥的言语挑逗。我想问慧珍姐，到底民进党多少性骚扰黑数？那么赖清德的好感度因为这个事件三天内崩跌非常多，有没有可能会成为去年论文事情的翻版呢？是明君，我真的觉得看了真的让人家觉得手都拳头都硬了，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先来讲也因为这起事件，从那个党部这边部分，本来一开始是辉哥，没有想到短短三天之内，现在网友整理出来，竟然光六月三号一天之内就增加了15例，所以现在整个民进党党部之间以及相关人甚至是一路这个风暴烧进了总统府里面哦，所以你看到网友已经有人做出一个梗图，累计已经有18案例呀 三个人请辞，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好像版很像什么？很像校正回归，对对对，就是很像确诊的那个每天看的案例，代表着天哪，我们现在整个难道台湾尤其是民进党这个部分的一个性骚扰风暴会如 COVID-19 一样滚雪球般的越来越严重吗？事实上这一把火也从民进党烧到了其他政党，甚至烧到了各个不同领域这真的是让台湾社会认为说，台湾的 Me Too 时刻是不是从现在就真正来临？那现在大家比较关注一件事情怎么会这一把火从民进党的党部竟然烧进了总统府？这是最新的一个爆料一个曾经在党部工作7年的一个女性，她出来在撰文她就说呢，事实上在过去她任职的7年里面，她有受过一个英系。总统府资政，以前是国策顾问，现在是资政，他其实爆料里面并没有很明确点出来名字，但是现在网友也把这一个被涉嫌或是被这一名女性指控说他涉嫌性骚扰的这个人，应该是严志发这个资政，已经被肉搜出来了，认为很可能是他。对，但是我们现在要特别强调一件事情这是目前为止有人说是他，那他本人当然是绝口否认的，矢口否认的。那我们先来先大家带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人的一个背景因为大家可能对他有点不是很熟悉。他是台北工专毕业的，然后呢经历是中华民国志愿服务协会理事长。国际狮子会的一个300A2区的总监，还有台北县的瑞芳镇工商协进会理事长，小秀才学堂推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就是说他的经历看起来，大家还会觉得好像跟我们印象当中的总统府资政不是那么的有点差异，有点差异，对。但可以说，也许是他过去对于在民进党的民主运动当中有一些贡献，所以因此他现在就是总统府资政。但无论如何，现在。在他整个涉及的内容是这样，这一个女工作人员她说，在2017年的时候，有一次呢，她在进电梯的时候，因为比较晚，然后进电梯的时候就恰好遇到了这一个当时是国策顾问，那同时也是她在党部的一个上司，然后呢，她就那个人竟然就直接问她说：“哎呀，你是不是都在家里对着镜子欣赏你的身体？”所以迟到，天哪！明君，我们每天都搭电梯。如果今天有一个长官，不要说长官，就嘉明好了。如果今天跟你讲说，我也可以一拳打过去，你把长官打过去了吧？你洗内功，我想怎么会这样？但是因为他不敢说，你知道为什么不敢说吗？因为他是他的长官，对，而且他又是辈分非常高。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是总统府的资政，所以他这一把火他就忍下来。但是呢，他还想跟他聊天聊一聊的时候，把手。放在他的膝盖上，然后还说：“哎呀，我的这个年纪都可以当你的爷爷了。”就蒙起了呀，哪一个爷爷跟孙女在讲话的时候会把他的手放在他的膝盖上？很不尊重，所以我们让人家就觉得不舒服所以人家就讲到说：“你这个真的是言语非常轻佻。”最夸张的一件事情是，还有一次他在跟他进行相关的汇报的时候。他就下了一些指示你要做什么事，你要做什么？做完之后，这个女工作人员想要离开的时候，他竟然拍他屁股一下所以他整个人都觉得实在是受不了了。最夸张，压倒到他的一个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他已经那时候跟他男朋友决定就交往很稳定，想要进一步同居，他竟然跟他讲说：“
你男朋友这样，你这样是倒贴，你跟他同居，那你暗时跟他困做会，他给你赔睡钱。哦，我觉得他的每一句话都听起来非常不尊重女性，就觉得好像你在上酒驾是吗？你到底怎么一回事？你怎么到底谁赋予你这个权利？你可以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因为现在所有一切事证都还不是很明确。但倘若这个女性工作人员、党工人员他所指控是真的话，那我真的觉得这个人的存在列为总统府的资证，真的是让整个总统府都已经蒙尘了。那在总统府怎么样来处理跟做回应呢？对，没有错，你讲到一个重点哦。现在总统府的回应竟然是说，啊，这个四个人好像他所发生的时间地点啊，都不在总统府之内，我们目前没有相关的规则可以管。这一话一讲出来之后，整个蓝营这个部分都跳脚了，说没有调查权是世界级的教化吧？你总统府政风单位难道不就是在管政风的吗？那性骚扰这个部分怎么可能无法可管？那现在因为我们都知道资政其实有分有几职跟无几职哦，所以现在目前为止也不是很清楚他到底是有几职还是无几职。但不管怎么样，既然有人出面爆料了，你也不可能就这样跟做某代金嘛。这个被指控的郑言智发呢，他自己是在澄清说，第一个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我可以发誓，我也在就抓哈。然后呢，他就说这完全是政治操作。那除了总统府资政被指控之外，明君这个人其实被指控，我个人是非常非常讶异。对，其实我看到他被指控的时候，而且是不止一案的时候，我觉得哇，怎么会这样子？应该是这样讲哦，我们都知道昨天才六四，就六四对我们所有就两岸三地的中国人来讲，它是有特别的，台湾人，尤其是我们台湾人，我们看了就会心想说勿忘六四。现在两岸三地大概只有台湾人还敢可以讲六四这件事情哦，但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就在六四之前就爆发，主要就是说啊，有一个清大的硕士生，他以前是清大硕士生，他说呢，他在2014年的时候呢，应该说2010年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这个王丹哦，因为当时王丹也是在清大教书。那后来呢，2014年的时候有机会就跟王丹在美国去进行一些相关的活动，对，就没有想到在王丹的就是住宿的一个饭店里面跟他同在一起的时候，竟然被他从后面熊抱。然后呢，这个东西让他其实非常，这个动作让他非常的不舒服哦。而且这个李兰特别强调哦，我其实就是我是有固定的伴侣的对象，他明明都知道，所以呢，而且他好像不止一次对他进行这样的动作。那个李兰后来也跟就王丹的助理说，他怎么可以对我做出这样的事情？就那个他的，据他李兰所表示哦，这个王丹的助理说，哎呀，老师是跟你开玩笑啊，你也知道他就是喜欢这样，是不是？王丹是等于是惯犯的意思，助理还帮他想办法要息事宁人啊，他就是这样子啊，你不要太在意。对，就重点是说，当第一起案例出来，尤其是在六四之前出来的时候，我们一般人会想说，哎，这起今天要给名誉人士，他当时可是非常少数为了真的六四，然后去坐牢的名誉人士，他是坐完牢才出来的，所以我们会想说，你真的是讲真的还是假的，还是说因为有很多的不同的就是政治的联想。就没有想到现在竟然又有另外一个人跳出来，这个徐南哦，对，这徐南直接就发文了，当王丹的手伸进我衣服的那一天，而且他直接说，如果你不道歉的话，我今天晚上9:30我就跟你直球对决，然后而且说你不只是这样，但是是非对错到底有没有对这些年轻的学子、这些年轻人伸出这样的魔爪？我真的觉得，如果随着越来越多人站出来，王丹有必要出面说明清楚。不过你知道吗？到目前为止，他的态度还是非常强硬哦。他就说：“哎呀，欢迎大家去告，如果你认为我的话啊，你就是应该去告。”目前的态度是不道歉欢迎提告。那我们也都知道，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你真的要告。人之实地物都已经还蛮久远的，真的要成也不一定能成。但是现在如果说真的是台湾的一个 Me Too 时刻的话，站出来，我们要鼓励这些勇敢的年轻人站出来，真理越辩越明，到底有没有？其实说清楚、讲明白，然后两方对照，可能可以给还原给大家一个真相。好，慧姐讲到这几个案例，包含了被王丹骚扰的学生哈，都是年轻人。那包含呢，指控蔡穆林呢当一个这个哈想要息事宁人的二长官呢，也是年轻的女党工。这些发生在年轻人身上的悲惨故事没有得到正视，也影响到了赖清德这两天的好感。
感度哦。我们观察一下，在5月31号揭露性骚事件之后，哇，民进党的负面声量突然冲得好高。慧姐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雪崩啊，可以说真的是用雪崩。主要是我觉得可以分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在各政党里面，民进党会被大家认为是比较尊重劳权跟妇女权益的，而这个受到冲击最深是谁呢？当然就是有意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的现在的副总统赖清德，他的好感度也从原本平均的0.33下挫到0.21，有没有发现跟民进党的那个好感度一样，一样到了低档，对，然后也是创下提名以来新低，所以你就知道这样的一个炸弹，如果民进党或者是说赖清德没有办法顺利拆除这个炸弹的话，对他选情恐怕是会有影响性的。但是现在又被人家挖出来一件事情，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的赖清德曾经是立法委员哦，就说哎，他好像有帮一个类似性侵犯。甚至把那个受害者好像都有把他给就是杀害的一个状况的人去帮他主张要国赔，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名男子哦，他呢本身是被说是他是一个性侵犯，而且他有涉嫌杀死那个受害者，就那个在一个追捕的过程里面呢，那一个被害人本身他可能就冲撞啊什么的，就警察为了追捕他，然后就对他开枪，就导致这个人竟然就是已经瘫痪，半身不遂。就后来瘫痪半身不遂之后呢，这个整件事情又爆发之后，当时竟然有几位立法委员站出来，就说你警察执法过当，怎么可以这样子？好像那只是在追捕一个犯人，你那时候根本还不知道他是犯什么案的情况之下，你就进行这样子，那是不是真的有执法过当的情况发生？就后来人家后来追查之后才发现，不是，这个人他其实是很重，他先犯罪在先呢，对，性侵杀害少女，对，但是现在情况来的，大家不是很清楚，就是说，到底赖清德在帮这个人在开记者会的时候，你清不清楚这个状况？就后来赖清德事后的说法是，他只知道有警察开枪，然后导致那一个人全身瘫痪，但他并不知道原来这个人本身是犯罪累累，而且涉嫌杀害少女的。后来据说也为了这件事情而全面道歉。好，现在这性平事件越爆越多，大家这性平大型的民进党，如果在申诉的第一时间有好好处理，这把火会烧成这样的程度吗？又有最新的讯息是，国民党的北市议员张思刚他爆料民进党前议员助理一个自白的截图，点一下的温琪哥会讲，点名立委吴思瑶，他自己身为女性的从政人员，怎么会去做出吃案这样的事情呢？所以我们才会讲说，我们要听其言观其行，不是话不是讲得很好听就有用。那为什么大家听到目前为止都会觉得拳头非常的硬。这个爆料者是说，变态条啊咖就在我们收拾东西的时候拿信封戳了一下我的胸部。各位，这件事情是白纸黑字人家写出来哦。结果吴思瑶被张思刚一爆料以后，记不记得他整个的反应？来，我们看最后，没关系，我们再看他最后吴思瑶的回应是说，我觉无如张思刚议员所指向警方阻挠办案，这是严重的污蔑。好，然后另外一个很好，协助受害者我也许做得不够，下面我就不讲了。各位，所谓的严重的污蔑，今天我们要质疑吴思瑶是说到底有没有这件事，如果没有就是没有，有就是有，否则你怎么可以说是严重的污蔑呢？那你为什么叫做做得不够？换言之，代表这件事情其实是他有处理，只是处理的不好。对，这件事情开始有发生。好，到底怎么样？否则大家会觉得奇怪，你为什么？所以我跟大家报，这里面其实爆料有一个小小的猫腻。各位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爆料的那个员工说，来，明君你看哦，他说警察也跟我们很诚实讲了，对不起哦，这东西下来哦。请问警察有没有吃案？换言之，如果这个案子吴思瑶觉得他真的觉得做得不够，他希望把这件事情给解决的话，他现在可以做啊，他还原当时候的所有的起程，也就是人事实地物。如果你觉得是严重污蔑，你觉得你做得不够，你现在还给被害者一个公道的话，吴思瑶你其实做得到，所以你不要只要说，你要做给我们看。但是令人一个更生气的事情就是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你原本看到所有哇站在女权啊林静怡啊吴思瑶啊这些人，结果范云跳出来了。对，范云跳出来说，国民党就因为最近发生了这些事情以后，他说国民党为了证明自己有在反性骚的攻击招数，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世界级的笑话。就没想到范云一讲话，很显然的他也没有好好做功课。为什么呢？现在也不要说是国民党蓝营修理他，就时代力量的邱显智立刻就说，这是民进党公然的说谎。
那用台湾为来讲，就是乌龙蛇的，因为对，因为这件事情的情形是说，之前原能会前主委爆出性骚扰嘛，对不对？对。然后呢，范云这样，我第一时间就联合我们绿营的立委哦，一起要来针对修法，行政院要启动性骚扰的申诉机制，要修改。他说我们有做，可不是你们国民党先讲，可是现在就被打脸啦、啊。林君，我说为什么他们都柿子挑软的吃、谢小欣何许人物？就是您刚才讲原能会的前主委，对，谢小欣如果在整个民进党的权力结构，对不起，沙巴，结果他拿出来的案子是沙巴的一个例子，你不觉得有点丢脸？我理解你的意思。丁允恭啊，那些什么李国章啊，你拿那个最不拿的台面上讲的来讲，所以这就好笑的地方。好，那被打脸以后，当然邱显智就说啊，你把所有的棋子，你骗这个台湾人民不知道我们整个的立法程序，因为当时候的提案就在谢小欣的那件事情发生之后，国民党我坦白讲，当然一定会打蛇随棍上嘛，因为这。民进党任内的一个所谓的性丑闻，就1月4号是提案的截止日，所以你看邱显智不管是1月4号、1月10号、1月19号，结果范云说了谎，还被邱显智打话。我们来看一下，就当时候的一个提案表，我们来看，哇，这个字稍微小一小，这里面的同意跟反对，反对的都是我们民进党58位的立法委员。对不起，这里面就有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可能导播不晓得 take 到。范云啊，高嘉瑜啊，吴思瑶啊，全部都是这些人，58位立委，这个重要，全数投下了反对票，这就是难堪的一个地方。好，到底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还是有其他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看起来这件事情上面，你的确没有为性骚扰的申诉的修正做出任何一点贡献啊。当然，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发生这件事情，就最好玩的一件事情，当然最近就风风火火，就一下子爆料了非常多的时候。最新的一个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林南固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羽毛球的球友。坦白讲，这件案子我还是要回一个，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我建议林南固先生，当然你把所有的资料，包含他说到底是不是情书，你全部都摊开。他自己说那根本不是情书啦，对，因为那就是一个人的长期的经验法则，所以我鼓励他。可是这个案子，我觉得跟林君报告，最我们说有点说不过去的，就是谁声援他？张义善，就是民进党以前的混蛋。对，张义善我也很熟，我跟他一起演戏嘛，哈。但我们现在不是演戏。张义善何许人物？他过去的私人的事迹，等一下我们请我们美丽的香姨来报告一下。他自己本身就犯下了这样的事情，就他出来说要声援林南固，他说要接住林南固啊。对，问题是，你不去接住受害者，你干嘛要接住疑似加害者？其实就在这一件一发生了以后，各位看一下，5月31号前党工揭露性骚扰事件，6月1号各大媒体陆续报道后。民进党的声面负量飙升至2.7万字，负面，对，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怎么那叫起散，来到了近期的巅峰，好感度变成是跳水，变成0.21，死亡交叉啦，就在这里，对，好，请大家看一下，可是我们一个觉得非常奇怪的是说，民进党到底有心没心？我们就在想，发生了这件事情，5月底发生的，开始我们发现一件一件的爆发了以后，性骚扰首案发生后的2天。我们看到民进党的公职，你也知道他们全部都要捍卫他们民进党所谓的什么执政的价值，起风向是不是？对，结果他发出了文，总共有400多篇，42篇，可是里面谈到了大家最关心，因为这东西跟我们男性女性大家都很贴身的，结果没有错，民进党你没有看错，你的眼睛没有业障重，只有33篇谈到了性骚扰的案件，占比7%，各位对比刚才的所谓的58位立委，叫做五北基啦，58位五北基啦，因为他们以为这样事情想要混水摸鱼过去，他们企图想要用大量的讯息，想说啊一层盖一层盖，本来有一个解决的方法是今天我这个压不住了，我再爆量另外一个更大的来压过去，就民进党我们现在就还怀疑他到底是不是企图想要借这样子欧流水的方式来道歉了事，结果这时候发生了这些事情，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左振东教授跳出来，他说：“如果在上次五的这个所谓性平议题的话，有涉及师德上的问题，民进党非常的糟糕。”他举了2个，因为什么？在蔡英文政府时代的女性阁员，其实如果对比于马政府，其实比较低。而且我们确实没有想到的一件事，在民进党高举所谓的勤政啊，这爱乡爱土的这个状况下，
民进党的女性朋友，就是党工，在民进党工作，竟然会面对这么多的压力，这么多的危险。所以在这边工作是很危险，随时可能会被性骚扰。因为我在党部还会遇到这种狼党工，而且还要被吃案。还是被治安的状况，所以我说年轻族群、妇女票、知识精英，他们现在就想说，哎，会不会流失？可是民进党最近，我觉得一定遭奸。为什么？你如果要做危机处理，照理讲，民军我要危机处理这个性平事件，对，你要找一个有公信力的人，或是说社会有权威，就没想到民进党做的手法叫掐贵铁有端，他出来讲的是小英之友会的陈时中，找阿中不对吗？哎，阿中找阿中，我跟大家报告。就是下西下井，我这样讲有点难听，可是各位为什么？因为陈时中一出来，又正气凛然、法相庄严的跟大家报告对性骚扰主张，他的说法是零容忍，而且处理性骚扰有一定的程序。可是明君在他的任内，他是卫福部的长官，是我们的防疫中心指挥官，在他的任内，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的所有事情，不要忘记哦，他的卫福部长任内各种的外遇不伦事件，王必胜、李伯章。就记不记得他本身实质紧扣，我们为什么跟大家报告，我们有一个法则叫巨石强森法则。如果你用这样的标准来看待陈时中的言行，你叫一个根本没有一个资格出来讲话的人叫陈时中，这不就有点叫陈志忠出来说他没有洗钱，就完全不具任何的公信力。所以我们现在讲说绿营的这个整个权力结构，我跟大家报告，我不能说是这个什么什么，就狼牛鬼蛇神群聚在这个整个的绿营的权力结构，已经造成了性平的整个的犯罪的一个温床。因此，我们要呼吁，如果你真的有心的话，不管是吹哨者保护法，否则会变成说这件事情。是各位千万不能让他不了了之。好，感谢文琪哥。的确，像这样的性骚扰事件，不只是发生在民进党的港办公室内部，那国民党这几天有一些讯息传出来。那不管是发生在什么样的地方啊，我觉得能够被妥善处理、好好处理，这很重要。可是张义山他发这篇文章是站在加害者、疑似加害者的态度去说，你要去接住他。那文琪哥讲到，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有点争议。那相宜你讲到，因为当记者的时候就有跟他有过接触，是不是？是，没，因为民进党他本身没有接触受害者，还要接触被害，接触加害者，就是看不懂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啦。因为张义善他其实过去曾经是民进党籍嘛，然后后来加入了民众党，但是后来也是被踢出了民众党，踢出民众党，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呢，他当时候被这个就是柯市长他们要求呢去当一位。候选人的保姆，对，我就不把候选人的保姆，前议员候选人的保姆，我就不提他的名字，我们就保护这个受害者哈。那所以呢，应该是说这样子，他帮这个林南固说话，但他自己就做了最坏最坏的示范，因为他当了这个候选人的保姆，结果呢？当保姆当到了 motel 去了，我觉得，而且他是婚外情，是，那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做法，在现在这个时候又跳出来帮这个加害者说话，那我觉得他可能应该他没有头脑，没有很清楚，没有想清楚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他没有资格替这个林南固来说话，所以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民进党过去一直以性平，一直以这个女权自助餐来这个提取哦，然后让大家觉得民进党是一个进步价值，然后非常非常挺性平，非常注重妇女权益的一个政党。但是在这一些议题、这些事件发生之后，才知道潮水退去这个真相是什么哈。所以呢，陆陆续续这几天的这个性骚的案件，然后民进党处理方式。我会怀疑啦，会不会这个民进党他既有的文化就是这样子，他们就是面对其实表面上是可以好好的来提倡性平，但是私底下他们处理的方式就是这样，这是不是他们就是他们的文化呢？所以呢，其实这几天的处理方式，大家社会大众都在等哦，这个、民进党到底要怎么样来给大家一个交代？政界、商界、演艺界，跨界揭秘。重案、悬案、攻击案、拍案惊奇，新闻内幕、独特观点，厘清事实，破解谜团。我是陈明君，我是李佳明，敬请锁定五七新闻网，真相不漏网。